打一下这一局看一下啊。我继续选麦克雷了啊，感觉有肉有奶，这个阵容很完美啊。来个死神也行，就是啊，不用死神，就来麦克雷。算我玩原始吧，嘿嘿嘿，玩玩幼儿园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我操，这种话了。妈的，手中一张脸。明白，手中一张脸，很好。你好，我听见了。守住目标点，守住目标点。六个毛妹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六个毛妹？对面六个毛妹，我天！知道了。他让咱们选六个毛妹吧。我，六个毛妹怎么玩？我负责骚扰，没血了我就回来加血。龙哥，你在点里站着是吧？没血我就上加血。OK， 就这样说定了。防守目标啊，不是吧，龙哥，你这怎么了？我的天！有个毛妹，有个毛妹。C to C。我在玩栅栏的时候，我自己下去了。他们人呢？走小路了。Okay. 他们人在哪？都在二楼，左边，左手边。你去二楼，你看麦克来去左边，左边，都左边。哎，把他榴弹给他弹过去了啊！哎，没动到，没怼到。Ugino Kyo Clay，Ugino Kyo Clay。哎，谁在扛我？谁在扛我？完了完了完了，被毛妹烫死了。龙哥 ，hold 住，我来了。幺零还有人没？有一个毛妹，毛妹死了。嗯。还有一个小地瓜，他死了。哎呦，原石还挺溜。没有十七级的原。哦，有七十一的。麦克雷在左边。快到这儿了，我准备好了。我的任务尚未完。左边，左边小房间里全是人。看，知道了。左边小房间，他好像集合了。OK OK。家里有好像也有人。回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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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点。终极技能还在充能，我的炮台快不行了！炮台快不行了！稳稳稳，不要！我的天！麦克雷把自己打死了。我的终极技能就要准备好了。来骚扰一下，骚扰！奶呢？奶呢？刚才被麦克雷偷死了。我马上就到。回点，回点，回点打，回点打。漂亮！好了，好了，我冻死了。撞得好，撞得好。奶我，奶我，奶我，不行。我两个原始的对决，来吧。来吧。原石一丝血，一丝血，一丝血。毛妹只要没有盾就是脆皮儿。哇，一丝血，漂亮！我的天，差点就被他干死了。龙刃准备出鞘了。加载一辆，明白。快了，快了。明白。一丝血，他掉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
我有大了，我要去绕后开个大圈。毛妹哥，哎呀，我刚开大我就死了。旁边还有个七六啊。啊，咱们守第二个点吧，别过去了，守不住了，再第二个点吧，第二个点吧。这是套路。咱们就别过去了，别过去了。把守住了。别过，真的过不去了。没事，第一个点哎哎拖了很久了。哎，差一点。第二点好守，离复活点近。终极技能，还在充能。过来，哎，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，他敢追吗？回近点打，近点打。小低瓦还想跑，小低瓦对他退了一个，还想跑，没事，他们会补人的。终极技能准备就绪，忍者大战，那个忍者死了，哈哈哈，我把他干掉了。太大了，崩了你！我操，没崩到。稳住，我有大。回点。我有大。那时已到，稳住。Yujino Kyoklan， 拿起来，刀，两刀，怒斩，门口有个肌肉，把自己打死了，原石好好用啊。别碰啊！再打我！没血了，救命啊！死他！近点了！我去切后面去了，绕后。左边，看到了，左边有，什么俩人解决不了。近点打，在点里打。裂空。OK， 好说，裂空。这样子吧。裂空一次血。Nice。Jino Kyo Clay。我操。麦克雷。啊，毛妹，好，我的战魂尚未熄灭，啊，炸死了！我靠，我的尸体旋转飞了出去，我的尸体刚才旋转飞了出去，笑死我了！三个金牌，打他卡伊瓦完了，啊啊！谁打？那应该有人，这边肯定有人。妈呀！我有点多，把一个血包过来吃。哈哈哈！我现在苦练原石很多年。五十一道，
没事没事没事。漂亮的战斗，漂亮。回来回来，往回走往回走往回走，带点打带点打，还剩六十秒。妈的，不开大你以为我光有盾是吧？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，有技能 kill clear， 一刀两刀三刀四刀，我去哈哈哈，爽，原是好好玩，我发现原是，我忽然发现好好玩，你这原是皮肤还挺帅的，这个是奥运的，好像是之前不是那个尼泊尔啊被罢的吗？啊，我忘了，不是那个尼泊尔，那个灵雀是吧，灵雀麻雀，原氏我要好好练一练，感觉好好玩，给奶妈点个赞。之前尼泊尔有个 bug，